啊，困我了。不累，嘴嘴巴拿一下。东东快睡着了，趁这个时候我来煮柜子。我买了一个柜子，要放在水波炉的上面这边，一个置物架，赶快把它装起来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它打开之后里面全部的零件是这些，这个应该是脚架，然后有它连工具都附了，所以不需要自己准备的工具，螺丝起子啊什么都有。下面还有一块板子，在这下面，看起来是不难了，应该几十分钟以内就可以装好了。那我们就开始煮了，它还在睡，希望它睡醒之前。我们可以装完，好轻哦，好轻哦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我觉得你们煮得很开心耶。很快哦，这很简单，方便。你把它扶一下。用点力气啊！你看妈妈现在，直接对，直接压，塞不进去，塞不进去吗？对啊，我来试试看。要用转的。我来试试看。箭头往下。箭头往下，对啊。箭头往下进不去呀。敲一下，要让它敲一下。铁锤要。铁锤在你旁边。它是这样子。稍微敲一下，如果直接用这个进得去吗？太细了哈。我想再把那个不要不要敲进去，先跟螺丝钉组合，然后再转转看。应该是这个，不行，还是要插进去的。哟，妈妈你成功了，你好强哦！好，妈妈你好强，女光头，你又叫你女光头哎，妈妈好强，我不敢用力敲，我卖扶着。没有，就是好像要先压，就是让它就是大概有它的位置，然后再敲。妈妈好强，看我了。换你，换你。怎么办？我老婆成功了，我没成功就很逊哎、欸！怎么办？我怎么没有那个？在旁边都掉了，吓到我。反正更厉害是东东，全都没事，像东东都没事。我说妈妈拿着榔头的时候，你想醒过来吗？嗯。你也想敲吗？我就给他用力敲，不要害怕，对不对？像我老婆这样子。动动动动动。好了，东东最后一个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最后一个，你没有白色的啊，白色的、啊。这个是。我先敲进去再给你补，好吧，好不好？我敲进去，然后有点进去又没进去，再给你补。它歪了，小心敲断你的手。
太小力是没有办法的。用力这样，嘣！没有办法。好，原地。小心哦，彤彤。我们不要这样子。我在跟你开玩笑。对准他用掉，对。有啦有啦，进去啦，变的很棒。你会收吗？要把那个软头拔掉，对，放进那个圆圆的里面，很像玩小朋友那种任形状的积木、哦、好了，我们可以来装了，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。放不进去，干脆直接一直在这里好了。对，听到纸箱爆裂的声音、欸、这还蛮大的，一个小孩都可以塞进去。我说你先起来，你帮我放一下。你不要乱拖，有什么那个会掉很多屑屑。有，我就是魔戒。你这边先好。这是魔戒，我想用电动。也可以啊，我们先弄一下嘛。就进去。电动就来了。对对对，应该要贴下面板子，是应该是这样。我完确定。确定啊。真的是这样的。真的是这样的。我拔不起来。我们帮我放一下，谢谢。这样子好。好的，完成。还多一只螺丝起子。能用得到。可以啊，一手先动，然后这很好用啊。翻过来看看，还蛮重蛮沉的，加了那个板子之后，所以我才说放得下。可以啊，放扶一下就。完成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完成了，好像也可以当一个小桌子，也蛮漂亮的，有小茶几。对啊，然后买桌子还附送一个。买架子附送一根螺丝起子。好，我们搬过去看看。Time is moving fast. I am moving slow. All the days that passed had nowhere to go.要看到就帮忙剪一下，剪一个是一个，剪不起来的就用吸尘器。我们这个又掉了，又掉了。要给你吸尘器吗？看到有掉的就把它吸起来，好吗？给我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给你。谢谢。好，快帮忙吸。这个高度好像高度不对吗？不是我在说，它高度不对。可以啊，刚好。你从下面看，刚好。好，那你放。你从下面蹲下来看一下下面。嗯，好。有刚好。有。只是说要先把水波炉拿起来。对，然后再进去。那你要先拔插头。刚刚好吗？好，刚刚好。把水泡入进去。好。
先进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上面多了一个架子，可以放东西。还不错啊。然后这边有留一点散热的，还有一点，大概2公分吧。这个还可以摆这里啊，哈，这边还有。解散，一二，没有散，解散，解散，你有当兵吗？要跳起来拍手一下，解散，一二，我休假，你们几个？好，好，完工，解散，一二，三，解散，一二三，解散。我们煮好了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东东好乖，对不对？我们煮了之后他都在睡，快煮好了之后他才醒来。那就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是煮好才醒来哦。对呀、啊。拜拜。